你他妈吓我一跳！你起这么早？其实有件事想跟你说。啥事啊？就是那天晚上是没有发生在外面怀孕，我只是单纯的想跟你在一起。我不住这儿的吗？咋了？房东啊？我什么时候让你住这儿的？昨天晚上说的吗？你房东，咱俩刚签的合同。不是昨天晚上那种情况，我不这么说，很尴尬呀。我不管，你说了。哎，你整无赖那出是吧？我无赖什么？我现在要钱没有，要工作也没有，你让我去哪？晚上回来的时候，看见他正在打电话。这事如果你敢说出去，我俩谁都别活。